北市观光传播局去年首度推出台湾好行北投竹子湖线优惠套票，一推出就造成抢购，今年又推出五款99元超值套票，除了可以搭乘好行北投竹子湖线一日游，还可以兑换价值超过300元商品，超级划算。熊再跟大家说，这一次台湾好行北投竹子湖线的套票今年推出了5款，那每款套票原价超过300元，现在只要99元的超级优惠的价格。套票内含小九公车一日券以及北投竹子湖店家的好礼兑换券，第一波前3款就在这边了。第一波的前3款哦，还有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前3款有没有看到？来，熊赞再拿一个可以吗？这边给大家看清楚一点，耶、yeah, ，看到了哈，我们的前3款就在这边正式的亮相，即日起开始贩售哦。那么呢，可以兑换像是我们北投普罗旺斯的硫磺砖以及桶干果酱，还有巧遇乐杏仁牛轧糖，甚至可以到曹家花田乡兑换自酿水果醋跟茶饮耶。那么刚刚我们的专委有说，9月份有第2波哦。是什么样的季节限定呢？赶快熊赞让大家来品尝一下，看一下第二波的季节限定是什么呢？可以兑换我们北投阿珍人气限量吐司组，还有可以到少帅禅园体验足汤，甚至要跟大家好好分享哦。这一次有超过20家的北投在地业者，只要凭我们套票的票根就可以享有优惠折扣，真是超级物超所值呢。我想台北市的这个台湾小酒吧是台湾好行，从102年开始，我们就是强调旅游、大自然跟温泉。那据去年推出了99元5款的套票，造成这个轰动之外，所以我们继续跟在地北投地区超过20家的业者呢，持续今年会推出5款的新的套票。但是我们也采取新的这个行销策略，我们先推出三套99块的套票，然后我们9月份呢，我们在季节限定哦，这样可以造成抢购。那我们今年呢，也特别跟这个电商平台来合作，除了跟我们的旅游雄狮旅游合作之外，我们可以跟我们的 KKday 还有我们的全家便利超商的柜台哦，可以来购买哦。这是我们今年所做的一个最大的改变。当然，也有2个半日的这个套装游程，199跟399哦，有专业的导览可以来导览这个，从阳明山啊，这个地热谷啊，还有我们北投温泉会馆等等的众多的古迹文化景点。好，当然这个由北投到竹子湖，这个利用小酒把这两个观光区能够串接在一起，那当然一定是会带动我们在地的一个这个观光的一个活络起来哦。那当然，这个非常感谢观传局哦，那常年去主办这样的一个这么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观光的一个活动哦。那当然，我这边也顺便广告一下，就是说我们8月4号，我们还有一个女巫魔法节哦，会在我们北投这边盛大举开的一个展开。那如果能够跟像这个搭配观光局这个小九的一个巴士哦，能够把整个我们在地的一个观光活动带动起来的话，那绝对是一个非常可以期待的事情。为提供民众深度旅游体验，观光传播局更与雄狮旅游合作推出走读北投与放逐花季2条经典半日游程，包吃包玩包交通，只要199元起，前500名再送北投温泉粉入浴剂，让民众在家也能享受北投名汤。哇，这一次呢，我们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跟雄狮旅游来合作，推出限时限量的2款放逐小旅行的深度半日游哦，售价只要199元起，从我们新北投捷运站出发，不仅好吃好玩，还有专业的导游带你来解说。那甚至跟大家分享一下，前500位报名的，不管是参团的旅客，就可以获得我们北投知名的特产白黄温泉粉入浴剂哦。那这个呢，2条的游程即日起开卖了，所以赶快到我们雄狮旅游的官网来报名喽。5款套票贩售通路首度结合电子商务平台，即日起可于 KKday、全家便利商店及雄狮旅游购买，限量1000份售完为止。邀请民众一起来趟北投放逐小旅行。记者林喜慧台北报道。